今天呢，我们新同学要挑战宇豪，实在是勇气可嘉，我们大家给他点掌声好不好？你在干嘛呢？钢琴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学妹们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好，坐在这边的呢是宇豪学长，大家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吗？钢琴王子。没错，因为呢，没有一首曲子是他不会弹的，也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。什么钢琴王子？好啊，看开一点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道琴大赛正式开始。听仔细了吧，你可一个音都别错啊。再出难一点的，肖邦圆舞曲，不太简单啊。对，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简单。霞。叫你站起来，摊开吧。可能连肖邦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一段，你真是太有耳福了。宇豪即兴功力果然厉害，新同学。今天有好戏可看了。Thank you.
赛实在是太精彩，让我们再给两位一次热烈的掌声。好啊，我去上课了。你说实话，拿去吧。那情况很难找哎，真的给他啊？哎，谢啊。很厉害嘛。太好了。上课喽。